苗栗县后备军人干部工作证实，您在新疆苗民在苗栗县中油公司参赛入组成员，一共有200多位后备军人奖励参加，奖励的奖励金包括严重证实、专门讨论工作能力跟综合多才。今天的会中，全体后备军人干部也一致通过了拥护政府对日本前州内阁要恩负义、不顾国际正义、要跟共匪勾结的企图，采取强硬的断然措施。